你们三个在做什么？怎么还不进来？走。爹爹，君子有状。是吗？嗯，您刚说过的。忘了。 我刚写完，正准备发给你，你别催了。我对你的速度啊，那还是有信心的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打算把你的宁安如梦啊出版纸质书，公司已经请了责编来跟你当面沟通了，看看你在排版设计上啊，还有什么其他意见没有？人和马上就要到了啊！这么快，开什么玩笑？ 江小姐，我是你的编辑谢娟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锦飞，我是你的父亲，你真的要杀我吗？ 早已不惜血，骨血清源，生养之恩，今日我就真真正正全部还给你。真不愧是我薛家人，够狠，够绝。薛远，纵使我不杀你， 你这20年的罪行已罄竹难书，圣上会杀你，天下臣民会杀你，国法律例也会杀你。等到九泉之下，面对万千冤魂，面对我的亲生母亲，你亲自去赎罪。 张大人。
此案二十年盘根错节，上涉皇亲，下涉奸党，你敢接吗？张遮必不负国法，不负百姓。跟你的承诺，还没有日日弹琴给你听，我还没有跟你一起去看霓虹，你不能死啊，谢轩！我保证不忍心了，我保证听你的话，你不要留我一个人。你醒过来，我就答应同你成婚，好不好？做这些都是迫不得已的，是国公逼我的，他知道我在帮你跟谢少时，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他就会杀了我。只有你知道，幽芳仪是我的人，若不是你背叛，薛家怎么会知道他？是我有罪，都是我的错，可是我一直以来帮了你那么多，你都忘了吗？燕家之事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侯爷跟世子早就死了。你闭嘴！天下权谋诡计者甚众，只有你最不入流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朝秦暮楚之人不会有好下场。我这一生最后悔之事，就是为了燕林又信了你。小琴，杀了他！不能杀我，江轩宁！你不能杀我，薛家，薛家已经发动攻变，薛为今日必死无疑。你要是杀了我，不会再有人替你做事了。在你心里，所有人都是被利益相连。你以为只要你有价值，我就不会杀了你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命上有方仪万分之一，杀了他！
张雪娘。